个我们的小品，小品是读双语学校对不对？对啊，我将来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计划吗？嗯，爸爸想要送我去美国。哦，对，所以可能就是说语言上面怎么样？怎么样？我爸爸最多送我到美浓，美浓很棒啊。他就觉得开销太大。你可以到美国。那你平常学校会有英文课跟中文课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大部分应该还算是中文课，但是可能会有半天就是在学英文。对，哦，半天耶。 okay, 比例也蛮高的。所以你的这个英文的对话什么平常都有练习就对了。有啊，我派一个英文老师跟你练习一下。哇哇 Beautiful Sunday 的的指导老师是要练习什么？Conversation 吗？对，让他用英文自我介绍跟你对话，好了，好不好？ Are you going to interview me in English? Okay. Interview m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Steven. Oh, my name is Ian. I don't care. How old are you? About 32 and 33. Oh, 40 something. Okay. Are you married? Yeah.Not yet. Okay. Do you have girlfriend? 哇，好尖锐的问题哦。You're so deep, isn't it? You know, sometimes girlfriend, sometimes boyfriend. Do you have girlfriend or boyfriend? No. I think you have girlfriend. You are so handsome. No, but you are so handsome. Why haven't you found a girlfriend? Hey.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很棒，厉害，很棒。这种你讲哎，就顺哎哦。其实他临危不乱，对我乱讲他都可以。对对对，好，跟雅要唱什么？读两页红哪 key？ 好，小品呢？我要带来这首《白灵犀》。白灵犀，等一下，他的才艺不止这样，不只会唱《白灵犀》，不只会用英文访问我，他会模仿，他会模仿谁？我会模仿蜡笔小新，对，还有小叮当，卡通人物，对的主题曲跟雅文老师。哇哇！你现在一下要秀三个是不是？你直接模仿雅文老师，他是要用雅文老师哦。好好，那你先雅文老师吗？嗯，好。梦落的土卡，下过一个坎坷，一起坚持才会赢。哎呦，这是少女时期的雅文老师，对不对？就是那种，哎呦，这单词的哈，哇，好厉害，厉害，厉害！但我觉得再看一个反差，怎么样？这么有气质，来换个蜡笔小新，可以吗？美人姐姐，你好漂亮哦，我能不能要一下你家的电话吗？可以呀，哦，可爱，可爱。爱情的白灵犀，后悔无果。
你这个孩子，我不晓得怎么形容你。我上个礼拜才讲，你有一个转音没有转得很漂亮。你今天就展现了最水的一个转音，让我听到啊！哦，对你的思念不禁泪光闪闪的这一句日文，你唱的真的那个细节、小细节，整个起鸡皮疙瘩。然后你的台语呢，唱的让我觉得你的抖音自然到非常非常的自然，厉害的主人家就好听的，太帅了，毫无瑕疵，太棒了！谢谢老师。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水分造就你今天的才能？你平常在做些什么事？你怎么有这样的气质、这样的台风？这个是很困难的，尤其你那句。我好像是爱情失去那叫爱情的白灵犀，哇，那三个字是我听过这首歌唱的最美的。我好像那只失去爱情的白灵犀，但我相信你不是刻意做出来的，那是一种天分自然。尤其你唱歌很享受，我觉得刚刚二位跟瑶跟豪杰，豪杰也有享受，但是紧张了一点，但更瑶你要去学习享受的感觉自在，否则你在这个舞台上你会被他压垮。就像老师讲的，你一直在撞墙期里面不知道怎么办。好，我相信这个都是各位要去学习的，从一个品艳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细节。好，三位都继续加油好吗？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